我们分开吧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分开。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我想单独和你说。那好吧，你们先聊。珍妮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想，我们分开吧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分开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很难受。我不想这样。你知道我的，我就是想简简单单谈一场恋爱啊。我真的没有想过会卷入这么复杂的家庭关系里面，这只是现在。以后呢？我们两个只会越来越累。分开就是早晚的事儿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自私吗？在感情里面，我一直都是个很自私的人。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抱歉。就这样吧。你知不知道你离开这个房间意味着什么？我非常清楚啊。分手吗？对，分了。妈，我真没事儿。分手是我认真考虑后的决定，都别为我担心了。胡说，走了啊！哎，哎，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要这样的恋爱啊。盛总不挺好的吗？嗯。是挺好的，不合适有什么办法啊？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？怎么不合适？我需要跟你说啊。今天叫你们俩过来，就是告诉你们这件事情。没什么事了，下班吧。